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可乐。膝盖疼痛是一个特别常见的症状，大家都知道可以通过运动去改善这种疼痛的现象。但是对于那些体重偏大以及膝盖有过伤势的人，高强度的运动并不适合他们。今天我来教给大家两个低强度的运动，跟我一起学习来吧。第一个动作，首先咱们腿分开与肩同宽，然后双手向上攥拳上举，大概是鱼饵平衡即可。高抬腿，将我们的膝盖抬至肚脐的上方，在我们抬腿的同时双手下压，左右交替五次即可。第二个动作与刚才类似，双脚分开与肩同宽，然后一条腿作为重心，另一只腿轻点地，左手像刚才一样攥拳上举，然后用我们的肘关节去找我们的膝盖。换边，左腿轻点地，右腿为着力点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见。